吃白白送死吗？啊，合着你们让我去做店长？小东说错话。嗨，晚上好。还行吧，就是他就是麻辣香锅的话煮的就比较辣，不像他那个那么就是脆。这衣服是蓝色还是紫色？我不知道，蓝紫色。今天没有周报，已经连续播载过两次了，所以今天就没有了。我今天这个妆先是之前就化了，化完之后发现我就是化了一个小红书上看到的那种，然后就是把我之前一直都怎么用都不好看的眼影盘拿出来用，结果发现还是不好看，然后刚刚又重新把妆给擦掉，因为我真的一点也不适合紫色的眼影，只要一画紫色眼影就很丑，所以我赶紧擦掉。避个雷不用，因为不是有的人这种紫色就挺好看的。那天呢，比如我可能就不适合紫色吧。谢谢胖胖送的夜蝶，谢谢。谢谢夜蝶。我一画紫色就会变得很成熟，所以我不太适合紫色。谢谢哈尼送的暖暖，谢谢。打哈欠是会传染的。今天没有草莓奶昔，草莓奶昔太冷了，出去好冷。发现我每次直播都会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封闭解除，不知道，这个应该去问校长。谢谢新宝不吃辣送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权杖。一边水着课一边看我直播，看成一边水着课一边看我直播。水着课什么课？游泳课。游泳课。我感觉盐大概蛮贵的，干脆给你买盐。我给你做出盐来。比哪种盐脏还脏？
好困啊，为什么这么困？够亮，是我瞎吗？我怎么看不见？说我视力不好，可能这美瞳的视力的度数不够。口红什么色号？看一下，我今天涂的是这个。这个是植村秀的。OR570M。是我的口红，谢谢奶茶。可以展示我的口红吗？给你们看，这个呢是一个橘色的口红。这样，哎，哇，这个直播里显出来的它看上去艳好多。它是一个哑光的，但是很润。有一点荧光，我感觉。我看是这样的。算是橘色吧，橙色。麻辣香锅好吃，麻辣香锅怎么会不好吃呢？就是挺红的，有点眼荧光，可能这个直播的光显着，但是是一个橘色的吧，橘红色的。直播有点色差，我平时喜欢涂哑光的口红。生日礼物推荐，不知道，你送口红呗。给你推荐我想再来带到学校的几支口红，还有一个是。这个非常漂亮，但是他送礼物的来说话就是有点便宜。我看是这样的，很漂亮，就是非常韩妹的感觉，就是涂在嘴唇上很韩妹，就是很漂亮。就哎呦，就很韩涂出来，在韩国女学生的感觉。我真的好辣，从哪里看出来的？
不是玫红吧，哎，也是有点玫，但是它放，而且质地就是在嘴巴上涂着，非常的舒适。为什么突然都说我辣？就是它就很香香的，然后呢涂在嘴巴上特别舒服，软绵绵的，就很想涂很多。就是这个，这个颜色是，你看见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色号。对不上焦呢。看见了吗？看得到你吗？看到你，突然跟我讲话。还有一个是这个，这个非常美色。这个很好看吧，然后把它抹开，哎，怎么感觉第二个有点像。就是它很美，很美果的感觉。像一个梅果，不是一个色味，我给你擦掉个，不是一个颜色。你们叫我为什么跟直男介绍口红？现在看我直播是女生多还是男生多？而且为什么男生也可以涂口红啊？这个是第二个那个颜色，是不是非常弹性？因为它质地很非常的舒服，你可以把它拎开了。
这个叫我不会念，我给你听一下吧。我不知道它正确念法是吗？是 C L A R E T C L A R E T。是不是这个颜色很寒？然后呢，这个颜色就是跟它不一样，虽然涂在手上有点像。然后呢，这个颜色就是那种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呢？我不知道怎么描述。哎呀，粘牙了。反正就是像慕斯那种软软的质地，很舒服。有另外一个是有点紫，就是莓果色。另外一个我在研究，你们就觉得不像。每次我觉得涂一样的口红，我觉得很单调，所以我就老是买同口。偶尔的口红就是一般都是雾面的、哑光的口红。不痛，这是试纸型。这个是就是那种梅色的，这个是不一样吧。好吧，这个看起来也挺寒的。颜色深一点，就是莓果色。虽然涂在手上，它们俩有点像，但是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。涂深了就比较深了，就是是那种莓果色，像吸血鬼。哎，对，这个有巧克力的味道。谢谢狗狗研究学博士送的夜蝶，谢谢。嗯，好像这个口红做的好好，这个是04号，女主角04号，看不见。24号色。口红涂在嘴上都是红，没什么区别呢？可能呢？我现在立马涂一个有区别的。买了这个，这个就很淡。我之前上公演涂了，就涂了这个颜色，就是有点太淡了。上公演，我们镜头会赤妆嘛，然后呢，就是看上去有点，气色不太好呀。
怎么会有人说出人不漂亮头什么都白搭的这种话？你是男生吧？你应该不会是女生吧？你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，这种话，你要是对自己说，我就不说你什么；你要是对别人说，我觉得很无语。在自己犯罪现场看就看呗。谢谢 Piggy 送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 PG 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 PG， 谢谢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怎么就这个？怎么你还希望这边来一个？谢谢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 PG。是吗？谢谢。粘水贼爽，谢谢臭小皮哟，暖。那天水洗的特别爽，哎，看这支口红涂有没有区别，有没有区别了？他刚刚有区别了吧？刚是谁说没区别的？没涂啊，因为我嘴巴颜色太红了，所以我要把它涂的淡一点，然后呢再涂这个颜色，因为这颜色很淡。I was dangerously tender. Second time I met you. And now I'm so blind. 我真的过瘾涂这个口红，有点太淡了。这个就是什么色，我也讲不清楚。感受到区别了吧？有正红色的口红吗？有啊，这个，我现在可以涂在身上面。这个我也很喜欢涂，就是也是巧克力的味道。谢谢困困送的皇冠，谢谢困困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欧欧送的皇冠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今天怎么了？谢谢欧欧，谢谢你的皇冠。这个是不是很红？但这个超级超级淡，不像几个前面几个虽然是哑光的，但是它很滋润。这个很干，干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涂的时候，要把嘴巴上的就是把你的口水先给擦干净，不然会涂不上去，就是干成这样。这个就是那个露比雾，是巧克力。你看我的嘴唇都已经干了，它虽然很好看，但是它好干。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？刚刚谁说口红都没有区别？
名叫 The Other Side。我最喜欢哪一支都喜欢，没办法选择，没办法在他们中间做出选择，我还有别的喜欢的呢，没办法做出选择。要展示完吗？如果你们想看我就给你们展示展示，但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我没有带很多来东西，而不是来学校。有蓝色、紫色，有啊，有一个紫色的口红。涂一个紫色的口。他们同时掉水里，我救谁？他们掉水里不用救呀，他们掉水里是防水的呀，拿上来就行了。香水用的很少，因为我很多香味都不喜欢，除了危险同谋以外，其他香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。之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喜欢那个很甜的香水，很甜，是草莓甜那种感觉。年轻时候，刚刚那个就是润唇膏，然后这个是紫色的。我年轻是去年前年的时候。谢谢遇上青天蓝你也送的暖暖。这是紫色的口红，就是一股葡萄味的感觉。但吃到嘴巴里还是甜的，这是紫色的，你们看多紫啊，是不是眼睛不好这么紫？这直播不太显，这是紫色的。很紫很紫很紫，但是直播里可能看不出来，很紫很紫很紫，是紫色的，是紫色的哦，是葡萄的那种紫，看得出来吗？现在涂这么厚能看出来吗？是，再说红色那你就是色盲，我也没得救你，没得救你。真行，为了 B50 买了这个口红，然后我感觉 B50 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紫头发紫色衣服，那我应该画一个紫色的眼影和紫色的口红吧。
什么叫还好没参加这个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质疑我的。这不是很好看吗？我擦哪个？说实话，我忘记我擦了哪个，不记得了。因为我本来要涂紫色的眼影，然后他苏珊珊跟我说，别尝试，就是在这种大场合不要尝试新的东西。谢谢王图图吃屁送的权杖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不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像，就是那个张元英的感觉吗？觉得有他们那种感觉吗？有他那个嘟嘟唇的感觉，没有人知道吗？等一等，没有那个感觉吗？一点儿不觉得。有一些伤心了。谢谢文图图吃屁送了皇冠，谢谢文图图，谢谢你的皇冠哦。张元英的感觉，哇吧吧吧，谢谢 PG 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的电电，谢。谢谢祝你周二快乐，谢谢你的电电。这个有张元英的感觉吗？如果你们再说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你们眼睛瞎了。小圆什么感觉？就是这种嘟嘟唇亮亮的感觉。有周氏的感觉，可周氏从来不涂这种亮亮的唇口红。我在重大场合从来不涂这种亮油亮亮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公司的镜头就不太能够涂这些亮亮的东西，涂了之后像那种猪油。公演镜头啊，包括演唱会的镜头，就打那个打光没有办法涂亮亮的这种
什么高光啊、口红，就是涂完之后感觉像猪油蒙了心的感觉。但是他们的舞台就可以用这种亮亮的。对的，哎呦，就是玫红色。嘴巴干，我习惯了，现在还不算最干，没关系。我对嘴巴干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底线非常的低。我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口红，但是我800年没有涂过它了。就是我之前涂这个嘛，然后去拍了天晴了那个 MV， 就是大家纷纷夸赞我的配，纷纷夸我漂亮。这不是我凡尔赛，就是当时我们排成一排，不排成两排，然后突然都回头看，我说他们看，我说你们在看什么，他们说看我好看，问我涂的什么口红。但是我已经800年没有涂过这个口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改变路线了，因为它是一个唇釉，我已经10年不涂唇釉了。但我当时是叠涂的，我给忘了我涂什么之后再涂这个，这很好看。晴了，那个镜头实在是，就是正式的 MV 里面我连脸都没有，但是那个对嘴版我还挺好的，还可以，有个录就是对嘴版的，还有个录音室的那种，我那个对嘴版的还挺好看的。好像当时用一个什么颜色打了个底，我就随便找个颜色打个底吧，因为它这个是那种就是这种染成液就很容易涂不均匀，所以你先涂打底色，这个打底色很漂亮。哇，这个漂亮对吧，我就说眼光很好的。然后呢，我这染唇液，你看它染唇液就是这种质地，像水一样，就是这种很液体的，一点不粘稠的质地，所以你就必须得涂个打底色。然后但直播可能显得有点暗，实际的话要更明亮一点。你说上镜，谢谢王图图之屁送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。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看的，让我研究说一下它什么颜色呢？哎，这个颜色也很韩，因为可能是韩国唇釉，就是那种亮亮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颜色。它不是润的，因为它是染唇液，染唇液干了之后是很干的，它就是不会像唇釉那样是亮油油亮亮的感觉，它是干的其实。
你看，它是完全，哎，这个手上本来有口红，找一个干净的手指，它是不怎么掉色的，所以呢，卸妆的时候你也卸不掉它。接下来几天我嘴巴上都会有这个染唇液的颜色。多涂这个好看，好的。像这种高，以前我不喜欢涂这种高级的唇口红，因为就很容易掉色。然后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舔嘴巴，特别喜欢咬嘴巴，所以很容易就掉色了。然后掉完色之后会很丑，因为它掉完色之后，你嘴巴一圈没有颜色，但是你这个唇线这一周还会留有颜色，就会觉得很丑。以前我就特别喜欢涂这种染唇液，因为染唇液就不会掉色。这种高级的话一蹭就没了呀。哎呦，唇色会不会变深？没有研究过，不是方便，没有吧？我嘴巴就是煞白煞白的。什么牌？这是什么牌？三 C E 的。哇，三 C E 真是永远滴神。它的口红、腮红。眼影都非常漂亮，这是三 C， 但是它没有写色号呀，这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，没有色号上面，就长这个样子。这样的，这颜色的。哇，这颜色太好看了，这么多年不涂它。又涂一，又被他惊艳到。今天眼影布灵布灵的，因为我用了布灵布灵的眼影。我还可以给你们介绍，所有女生们给你们介绍我布灵布灵的眼影哦。就是虽然我上公演之类的不会给脸上涂高光啊，什么之类的亮亮的东西，但是我会涂亮亮的眼影，因为这样就觉得很闪烁。而且我发现之前我们云公演的时候，我就在台下看插队公演嘛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了，在台下看公演，每个人都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一下子我就心动了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然后看他们排练的时候，他们涂到那种亮亮的眼影，眼睛就好漂亮，好闪耀，在台下就能看得见，你们看得见吗？你们这些去剧场看过公演的人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就是眼睛上布灵布灵的时候，在台下看其实很好看，但是可能那个镜头也拍不出来，因为镜头太糊了，太模糊了，看不到。假了，我在台下怎么看不清楚？你要照坐在超微看得见吗？超微和那个战区一排，眼影看不到吗？我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闪闪的，而且我还是在坐区呢，我在坐区都看得到。那你们看了些什么东西啊？看脸，那你这么闪的脸都看不清楚，白看了你们。这个就是很闪的眼影，我好像介绍过的。你们戴个望远镜去看吧，戴个天文望远镜。然后呢，那些像一般网上他们化妆的话，都会点在鼻子上这样。好亮是吧？但在公园的话可不敢这么点，这么点我就是猪刚。
这里还可以吐，哎，这好像不行，在颧骨上。闪吧，但我不太喜欢这么闪。就我上公园的话，只会涂在眼睛上，不会涂在鼻子上。鼻子涂的，虽然这个鼻子就一下子感觉像打过玻尿酸一样，拔地而起的感觉。尤其是涂在这里，还有一个。那个从来不敢读它，因为涂完之后就鼻子就会一下子，你们看有没有效果很明显。是吗？但我不太涂这个，就是鼻子很太挺，感觉鼻子存在感太大了。把压掉一点。是吧，这样你注意力都在鼻子上，感觉鼻子的存在感会太强。因为我现在鼻子有点白，涂的那个粉，但是不会有刚刚那么亮的，就是立体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给你讲过这个东东，这就是涂完就是涂的什么，然后涂的下面的话就是那种泪眼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像哭了，是吗？你说，泪眼太歪了，谁的泪眼是正的呀？就是流泪了。然后他们有的高光好像涂在这个嘴唇上，还有涂在这里。他们那些人到处涂高光，就是如果很精致的那种，网上的那种，他们涂在这，哇，好亮啊这眼，还有涂在这里的。然后再配上那个鼻子的高光，你就是一个，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妆。像吃完饭的鸭子。哎，那现在都是这样的，你们打开抖音，抖音美女一条街。所有人都长都是这个样子，走罗森这个妆就不没有这个自信，因为我发现那些抖音美女很会化妆，我模仿了一下化不来。就他们现在流行
除了这些高光以外呢，就是那种眼睑下至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眼睑下至吗？就是写的你很无辜的样子。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个眼睑下至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怎么画都失败。就是把这里，因为我的眼睛不是我是一个理论者，就是天天看网上那些理论，但是从来就是操作就不太行。理论就是眼睛，我眼睛本来长这个样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要把它这样拉下来一点，会有种无辜的感觉。这样子往下拉一点，眼睛会变大一点。不必吗？真的吗？我试试啊。首先这里有吗？我已经画完了。就是眼睛往下拉一点，你看这个眼睛是往下一点，这个眼睛是往上的。然后呢，一般他们都要把这里就是眼睛里面的涂白一点。试一下，我们用小刷子，就一个大大的刷子。这样眼睛就会往下拉的。我成功了吗？哇，我竟然成功了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我没有这，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感觉有点假假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自己不会画，没想到成功了，还可以。哇，眼睛一下变大了呀。天哪，我照着镜子都不敢相信，我竟然成功了。哇，一下子我把另外一边画完，我不会画这只眼睛。
然后我看网上他们那些教程，就是把最后一点尾巴这连一些连一些。哇！哈哈哈。把这眼泪擦掉，擦得掉吗？擦不掉，盖一下。盖不住了，这个亮片很牛，它扒得很牢，我一点都不怕掉妆。卧蚕再提亮一点，等一下，那睫毛它有点往下。这睫毛今天有点不太听话，有点夹不上去，就这样吧。卧蚕怎么变大呢？就是要画一个假卧蚕。天哪，我今天好厉害哦！知道了，我以后就是毕业了之后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工作找到了。然后呢，你得用眼影给它涂一涂。这边有点大，你就是用遮瑕给它盖一下。还没画完呢，别着急。然后这个时候呢还不是很自然，就是呢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给它提亮一下。好网红啊，这张脸。你看不像我。是不是眼线要改掉？
是不是应该画挑起来的眼睛？我现在有点太下垂，涂了腮红，因为直播里看不见腮红。我要把自己涂成一个猴屁股，直播才能看见我的腮红。成功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好难画眼睛，我不会画眼睛。人太直了，这个眼睛。再擦一点，没关系。眼线应该怎么画呢？这样，这边就不画了。好了，今天就是一个妆容尝试。谢用户用户已无法搜索，数据屏障，谢谢数据屏障。你们学会了吗？虽然我也是刚刚第一次尝试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涂这个亮亮的呢？就是如果你的眼距很宽的话，在这里涂这个亮亮的就会让你的眼距会靠近一点，视觉上来说你的眼睛就距离会更近，因为这里多了一条杠杠。可能我涂的不是很明显哦。然后呢，你看，哎呀，这都是我在网上学的知识，就是我刷抖音学出来的知识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就是这里比较长的话，就把眉毛往下画一点。对，画成这样，往下一点，眉头往下，然后就是这里会缩的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。决定退学，为什么呀？我这个不是。怎么修容？修容没有什么好交代，就是涂黑了就行，先刷就行。哇，我好成功啊！今天挂科了，这有什么不会的？听不懂，有什么听不懂的？我这手把手教学了。都手把手教学，你要是再学不会，那就带着化妆品握手会找我教学。
这样吧，我把手砍下来送给你们，可以吗？我以前握手会帮别人帮粉丝化过妆，是哪一年？前年握手会总选的时候吧，就是一个化妆，搞了一个化妆的种，就是来握手的，握手的粉丝都可以找我化妆。就是没有化全妆了，谢谢旺旺仙贝送的权杖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。就是涂个口红这样，涂个口红，涂个指甲油这种。我还买了很多很多美甲的那种东西，就是指甲油，有亮的，有各种。画眉毛不可以，因为我 不太会画眉毛，而且画眉毛画很久。不觉得做美甲很有趣吗？涂指甲油。但是呢，我就是都不愿意涂我的指甲油。什么时候握手会不知道。明天按照我这个妆去约会，可以啊。你们是觉得我这样画好，还是我平时那样子比较好？老师让我拍一个化妆视频，可是我平时的那个妆没有任何技巧，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画法，就是最简单的眼影，然后涂个睫毛画眼线，就没有什么可教的。你自己上网搜搜，就画都比我好。网上很多美女教学，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很多美女化妆又漂亮，就是看她的脸就很漂亮。我还想拍一个那种视频呢，就是互相蒙眼化妆的那种视频。去年我就说要想拍这个样，一直都没拍，但是已经很丑。好喜欢。本来还想就是乱七八糟的企划想了很多，不是那么容易安排上的，很难那个。
上次那个视频拍，哪个视频拍了一下？那个拍视频是真的很那个，我拍个抖音都要拍很久。舞蹈我是晚上开始拍的，所以会拍一下午的。我从晚上开始拍的，下午我在拍照。什么时候放？我想着，要不然就三周年或者是生日的时候放吧，因为我主要是没有照片可以生日放。得去找个摄影师拍一下。可是你那个不能生日发，因为他拍的肯定不好看，我觉得，因为那天阴天，而且拍的很少的胶片。拍的时候我就没抱什么希望，而且都是那种摆拍，就是那种耶耶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。就是那种萌妹写真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我想拍一些好看的，就是没有拍过的照片，都是有一种，就是不想拍那种糖水片，就是修得很精致，然后很少女的那种写真，感觉就没什么意思，拍出就很轻，就是像那种甜甜的糖水的感觉，就是很无趣。但我还没有找到好看，就是拍照好看的摄影师，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算了。对，像拍有氛围感的，王毅那个很有失手的那个，你们只看了一套吧，他还有一套非常准，就是这个东西说不准。这个东西就是好的话，就适合的话还好，不适合的那就他只发了一套嘛，另外一套没有发。另外一套如果就是拍的时候你风格没有想没有搞好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看，我说的是他之前那个，就是那个棚拍的。新的那个，没什么感觉。我不喜，就是我自己的，谢谢，你可以说我老公妈送功劳妈送的暖暖。
是那个花那套也是摄影棚的嘛，我拍了三套，只有花那套是最好看的，就是很看运气，不觉得吗？想不知道啊，好烦，拍照真的好累。想拍那种感觉的，就是那种叫什么风格呢，就是叫什么风格不知道怎么描述，就是那种应该是日系，然后呢比较那种风格，怎么说啊，这种什么样的风格？我搜个照片给你们看，我搜个电影什么之类的。我要词穷了，不知道。红冠，谢谢你们的红冠，谢谢你的红冠哦，谢。完了，网不好，急死你们了，网不太好，搜不出来，那种叫什么感觉？哎呦，急死我了。找呢，我找不出来。
渴死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。五十分。是这贴胡子是吗？不知道，完了，忘记了。你们说的不对呀、啊。不行，我给形容一下，就是那种。制服，我没有拍过这样的。找一下。别着急啊。一下子忘记这种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好，存一下。你要等我说出来是吧？15分钟过去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就是那种日剧，日本就是电影的感觉。截了个图，就是这种。这种叫什么？
了吗？但又不是那种感觉，就不是我以前拍的那种祝福的感觉。不是校园风，你们不懂，你们没懂。什么叫要死不活的感觉？对，就是有点忧郁的那种感觉。烦死了，不跟你们说，不跟你们说，你们不懂我。不一定要拍这种，因为我还想拍那种，就是有点韩国画报的感觉的那种的。哎呀，我也没有想好。先让我找到，就是摄影师再说。再说吧，我不一定有照片可以生日发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发那个视频好了。那个视频，那个是在发吧。不是王毅那个，我不喜欢他那个风格，我无感。你们不懂，不是穿这种衣服，这种有点日系都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气死我了，我不喜欢他那种风格。刚懂一点没有说吗？你又不知道我想要的感觉。不要再讨论了，不要再讨论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可能不懂的是我吧。我以前特别喜欢那种少女馆的写真。拍的好看就行，也有可能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想法。
网球，不是那种就是写，那种是深写，就是那种板块深写。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拍过很多照片了，就很少有我自己很喜欢的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想不出来了，我要拍什么了。PV 拍的那个是我自己拍的，我是怎么拍的那个 PV 呢？因为当时就是找不到拍视频的摄影师，然后又迫在眉睫了，我就去租了一个民宿，然后加上了一些小伙伴们，然后呢，然后帮我自己想了几个点子，我就想说。去那个投影仪那里拍一个场景，然后在浴缸里面拍一个场景，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相机架好，告诉他们按开始，就是那个画面我就先把它固定好那个画面，然后让他们帮我按一下那个开始。啊，当时很着急，我记得找不到拍视频的摄影师，不知道向哪找，因为那时候刚进团，不认识什么，就是摄影师。然后呢，就是很多摄影师他们都只是拍照不拍视频。对呀，我用手机剪的。然后当时找了一个本来他就是拍照的摄影师。然后让他去帮我拍照的时候呢，拍了一点视频。然后还是素材还是不够，然后呢，就是去剧场的时候，去剧场附近拍了点素材。本来想拍那种列车飞驰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列车飞驰的感觉，就剧场旁边那个海伦地铁。它是那种地下的嘛，它就没有列车飞驰的感觉，就是没有风吹过。我本来想拍的是那种，就是列车驾就是驶过来之后，就是那种风吹起来的感觉。但只有那种，就是有的地铁站是在地面上的那种，就是室外的那种，你们懂，你们知道吧？你们经常坐地铁吗？嗯，就是那个是可以拍的。但是地下的那种就不行，我记得有一个站它是在上面。那个 PV 都不能称之是一个 PV， 就是一个视频吧，只能说一个串场视频。就一般般吧，就不是很好看。因为我当时本来想拍一个，有一个专门拍视频的一个工作室，然后呢，就是太贵了，好像是，反正就很贵，上万。
我根本拍不起，我很久没有拍。上万，而且它上万了之后都不是完整的视频啊，就一分钟满一万，忘记了，太贵了，实在是拍不起。等我有生之年哪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得起。我忘了是不是这个价格了，可能是我自己记错了，但是我记得很高，上反正拍一个视频得上万，真的好贵。而且他，我后来想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必要，那个视频太贵。说他们那个就是拍的很好很漂亮，他是那种像我们拍视频就不会修视频的，最多就是磨个皮加个滤镜这样子。他那种是一帧一帧给你修脸的，比较精致。它拍出来很精致，质感很好。我等会就关了，大概播到15分吧，我15分就关了。对吧，美帧修很麻烦的。谁会这个技术啊？还要我找团里的人成员学，哪个成员会这种技术？一帧一帧修，那他应该可以出去开这个，他都不用当成员，他直接出去去这个工作室工作好了。你们会觉得自己学 PR 就可以达到这种技术呢？不然他们为什么收费这么贵，还有这么多人拍？如果就是你们简简单单说找个自己学学就可以了，怎么会有这么自信呢？他们开个班也是很贵的。就是你，我就是我要是能自学的话，我就不用去找他们。有多少爱流离失所？对啊，就是你会这个，跟你之后会初步的剪辑是两个事情。反正那个就是很贵很贵，然后我就没有去找他，而且他档期，天哪！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我就是找他，后来我就想问他什么时候档期，他说档期已经排到明年了，我当时就掐人中，绝了，好火是吧？那个时候好像才我生日公演那会儿，就是。年中的时候吧，年上旬或者年中的时候，4、5月份差不多吧。他就是我记得是樱花开的时候，4月份可能。我的天哪！我那个时候找他说已经排到明年3月了。我好家伙，就是你有钱也排不上。我素换专业，现在学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但是我觉得学这个很枯燥。就比如说，我就是上学期的，上上学期的那个叫什么，PS 课，还有什么摄影课。就从来没有认真上过，
就是学 AE 这些的。我有电脑，我怎么会没电脑？我一个大学生怎么会没有电脑？我看着头都痛了，好有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都不好玩，不好玩，我不喜欢玩电脑，不喜欢碰这个。什么叫我拿得动嘛？我电脑我都拿不动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我就是，我平时都是没有走过路吧？我这双腿，纸片人，我平时这张腿从来没有走过路吧？就是。好重，这包 Q 它好重啊，都拿不动呢。好重的 QQ 糖，哎呀，好硬，嚼不动。哦，哎呦，好硬，牙齿掉了。哎呀，我这个银，这金牙齿都掉了。这个糖吃上次开的局没吃完，我昨天还做了一下那个平板支撑，然后呢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累啊，没数数。没有数数，我以为我还是能撑一分钟的，我上次体测撑了两分钟呢。体测就是我跟你们说过呀，就是我们网课嘛，然后要体测只能视频。就是别人都做仰卧起坐，是考试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不想做仰卧起坐，我就选了平板支撑。然后我不知道平板他们做这个平板支撑差不多多少时间，忘记了。就是你可以自己停下来，他给你计时，你就到点儿停下来嘛。我以为不可以停下来，我就一直做一直做，就喊等他喊结束，结果就把所有的时间都做完了。我们是视频，怎么加速和重复啊？我们是视频通话，老师先考。对，我是老实人，我不知道。
我就在那儿一直撑着，我而且因为我撑着嘛，我也看不见那个手机屏幕，人家都做完了，我还在那撑着。我觉得平板支撑比仰卧起坐好一点，我真的不会做仰卧起坐。可能我当时那个时候跳舞比较多吧，所以力气比较大。现在没有，我感觉现在没有那么大力气。而且当时呢，我觉得这么多同学，我一定好好做，不能太丢人。我考试的计时是两分钟，而且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公演啊还有舞蹈比赛什么的，我就老是锻炼身体，每次参加那个舞蹈那个 on stage 就要跳很多舞啊，就天天跳舞啊跳舞，然后就是练了很多肌肉。现在不在了，现在没有那个时候厉害了，那个时候老是要跳。现在你们想一想，过了一个年没有动弹过，然后过完年之后呢，就跳了一场公演，我就回学校网上网课，天天躺着，对吧？就天天坐着，现在已经不是耽误年的我了。没关系，我在努努力，就是腿话啊。而且我很容易长肌肉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我那个时候，我拍了一张照片，不知道，我这以前拍了一张照，因为我穿了一个睡衣，上衣是个吊带。谢谢爱爱送的权杖，谢谢你权杖，谢。然后就是一直抬手就很多肌肉。我瘦肉多，爷爷这话我想的跟卖猪肉一样，我是瘦肉多。羡慕这种体质，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肌肉的话，你就会练出什么小腿肌之类，就不好看。而且你穿吊带的时候，你想想别人都是瘦瘦的手臂，然后我穿着吊带，然后哇，这个肩膀就本来就宽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肱二头肌，这是肱二头肌吗？虽然我还没有那么夸张了，就什么样，他那个肌肉就非常的厉害，在这里，这是三头肌，我不知道，这是反正这是一个肌肉。让我看看，嘿，你看我的肌肉。好了，到25我就要走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我明天还要早起有事情。下一个。
好听的歌吧。找到了，这里。是有时好听，对，他每天那时候。我这个头发洗的就是每次洗都洗不洗，洗头发跟玩儿似的，太短了。我之后还是得接头发，但是我还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好什么发色。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染那种就之前那种蓝色，或者是。玫红色，粉红色，或者是那种奶茶灰，没有想好，就感觉自己剪发太久了，要不要染一个比较正常的颜色，就是奶茶灰这样的就比较正常的颜色。粉色，哎，好纠结。对，我是看抖音上的很多发色，就是粉色就觉得挺好看的，但也不是很粉的那种粉，是有点偏玫色的，有点玫红色的那种粉。对，因为我说了我喜欢舔嘴巴嘛，舔嘴巴的话就是口红很容易掉，我都习惯了。好吧，毕竟之前染没染的也是粉色，还好吧。因为它那个粉色也不怎么掉色，很持久，然后呢也挺好看的。我的头发这个就是已经漂过的程度，所以漂不漂没什么区别。想想吧。
公演镜头还好，之前染粉色的人很多呀。嗯。不知道，还要纠结一下。对，就觉得就是应该选一个比较夏天的颜色。但我觉得蓝色不是很适合我，我比较适合暖色。我每次染头发都是暖色比较好看，暖一点的颜色，但太冷色了，我感觉，因为我是暖黄皮吧。看，我染那个紫色也是有点偏暖的，有点红的那种。传送的衣服是蓝色的，你看你们都分不清颜色，还说我呢？哎呀，好纠结，想想好，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朋友们。